等一下，现在反正就是我现在把问题丢给他，他来解决。哎、欸，看他好像解决了，我突然都可以登进去了。这样，他传给我了一个验证码。不是我在玉山的身份不太一样哦，我在玉山是 VIP 中的 VIP 哦，有一点状况他们都会打电话给我，只是我刚刚有点听不太懂他到底在说啥小而已。他在确认为什么我的账号要一直登进去又登出来，登进去又登出来，然后一直改东改西的。大功告哎、欸，直接出现小关，你看大功告成，你刚刚已经确认登录者是你本人，成功了。干这通电话要是早点来，就不用搞那么久了哦。你真的要这个信箱吗？我现在这个信箱已经收到党的保护了，没有问题。这个超安全的。干这个要登录，他们还得打电话过来确认，你就知道这个账号有多重要。他现在要我干嘛？他现在就是要你去信箱找你的验证码。你找到了吗？有。干，其实我想到一个也蛮简单的办法，直接叫那个专员打一通电话给我，去帮我办一个账号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成功了吧？你现在算是成功了，你再打开我最一开始给你的那个网页，然后我直接点购买嘛。对，使用其他下面这个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搞定啦。什么东西？传简讯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不然他妈一直有人要拨给我，我也觉得好烦。他如果不发给我呢？他突然又不发了，为啥？那我跟你讲，你可以按上面一个小箭头。你妈的，爱发不发？好，我不会每次登录都这么麻烦吧？我要玩的游戏的话，你下面有勾啊，你下面有打勾啊，他就不会再问你。哎、欸，看他，我登进去，他又突然寄简讯给我了、欸。你怎么寄什么简讯？就是我刚刚要那个。那不要，你这个按不了，谢谢。别不了，谢谢。他问我是不是我本人、欸？我是吧？付钱，不要废话。让我们购买完成。哦，可以。啊，我家地址是123，搞定啦。你那框框。等一下，我在接，他们打电话过来。喂。好，我这边已经处理好了、欸。简单说就是我处理好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处理好了。前面是有什么问题哦？看，我觉得我很难跟你解释有什么问题耶。也没有，也不是你们的问题，可能是我有问题，然后就刚刚就搞那个账户登来登去才会搞成那样。我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你们一个比较不专业的问题吗？就是如果我今天出现了问题啊，然后我想要办一个账号，我可以叫你们帮我办账号吗？那如果你用电话录音的话，你就可以帮我办账号了吗？啊，不是录音不就有记录了吗？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不就解决了？不啊，那我知道，我这个问法你应该是一定会回答我不行。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好了。就是如果我今天有非常急迫性，必须要在强制在十分钟以内取得一个账号的话，你们有办法帮我处理吗？那就是可以处理嘛。好，那没事了。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些很急迫性的事情。不是，我有时候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，然后都是一些杂事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你再传那支电话给我好不好？然后你再跟我讲一下，那几点到几点可以打？我问一下，就是如果说是有事情，这个人都可以处理的话，如果我家那个要打扫，他可以来打扫吗？好，没事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干好智障，真的好低能哦！干为什么可以这么智障啊？怎么样？没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一个专属的银行，专门配了一个人一支电话给我，我只要有问题直接打给他，他就会尽想办法帮我处理。那他可以来打扫吗？他不行。
干我问问看嘛，你们他妈聊事那么凶干嘛？不能问哦。干他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家里阿信也不用找人打扫了、啊，就找他来打扫就好了。干有问题你本来就会想问啊，你好奇你就想问，你问问看看他说。如果你有一些什么不懂的，这个人就可以帮你解决啊，干嘛？他也可以帮我办账号啊，对吧、啊？没有错，只是办账号他还得帮我录音，干那他听起来超麻烦的。对啊，